金丝广场外职工们搬椅子布置场地，厨房内相接职工正为50桌围炉忙得不亦乐乎，有些则进行手语彩排。吉打分会金丝堂每个角落都有职工在忙碌，处处洋溢着欢喜气氛。来自9个州属的慈济人不计路途遥远，风尘仆仆来参加启用典礼。职工们为远道而来的法亲们解说，带领他们参观巡礼。围炉用餐后，大家有次序地列队入席就座。这座的金丝堂呢，是汇聚很多的师兄师姐的爱啊，感恩各州的慈济人呢，这几天来付出啊，让金丝堂呢处处啊都在说法。晚上8点整，吉打分会静思堂、静思书轩及喜圣中心三个事业体启用典礼正式掀开序幕。爱的菩萨网，3、2、1，静思勤行道，慈济人间路。吉打分会静思堂正式启用。从静思堂、静思书轩到喜圣中心。简单而隆重的启用仪式，加上不同身份志工的手语表演，即将近1000位慈济志工共同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刻。吉打分会执行长刘继金致感恩词后，马来西亚分会执行长郭继元也给予祝福词。上帝的大爱心宽，我们其实一定要记得慈济金丝广爱来自花莲上海，所以我很希望我们会珍惜。随着吉打分会金丝堂启用后，慈济人始至要和心和气互爱协力，传承金丝法脉，弘扬慈济宗门。马来西亚吉打综合报道。